没了。好，拜拜，直接到。他说那个司机报警的那个位置呢，人过来没有看到老人吗？啊，没有，好辛苦。广平高速跟那个滨江大道，跟那个和林道这个位置，在你进广西的方向。啊，可以动了。可以出来之后就把那个滨江收了，别把滨江收了。证件呢？在车上面是吧？